鸟松国中位于高雄市，地处南高雄的中心地带。校区远离车水马龙，属于市郊区域，是喧嚣城市里的宁静小天地。鸟松国中自民国61年初建校，校地约有2.7公顷。教学区分为 A 栋班级教室、 T 栋专科教室。A 栋以学生班级教室与行政办公室为主， T 栋则以专科教室为主体。运动区包括户外以及室内空间。户外空间有绿草如茵的操场、200公尺 PU 跑道、篮球场与排球场、攀爬练习区等。室内有开阔的韵律教室，多元的活动空间，培育身强体壮的学生。鸟松国中校园绿意盎然，让学生在舒适健康的环境下学习。绿荫廊道贯穿教学大楼，整年都有不同的花朵盛开点缀，为校园装点上缤纷的色彩。迎接12年国教的到来，鸟松国中以尊重、自律、感恩、快乐为学校愿景，注重学生的全人发展，一方面提升学生的学业能力，一方面强调品格、人际与兴趣的养成，着重生涯发展规划，丰富多元的校园生活，培育动静皆宜的学生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，落实全人教育之精神。音乐陶冶是兴趣的起源，成立子弟校队，结合艺文生根课程、爵士鼓、吉他、中国笛、钢琴等等，让每个孩子都有接触乐器的机会。成立排球校队，将排球活动升职每位学生，让学生们都能爱上运动，提升学生的体能。各式的活动与竞赛，使学生充满青春活泼能量。学校里常有数不完的新鲜事，有能力也有活力，快乐充实的校园生活，是我们一直所坚持的教育目标。创校40多年至今，在厚实的教育基础上，发展出对未来教育的全新思维，期许我们的孩子能成为新一代中的强力引擎。鸟松国中努力办学，欢迎你们一同来发现不一样的鸟松国中。